事吧，小伙子？没事吧？我呀着急找演员。找演员？对啊，我就是演员啊。你就是演员？我就是演员。太好了，就你了。我是副导演啊。啊，今天我给你一个好活啊。行，你看看这个你行吧？这是一个宫斗戏。这个演不了，这一百一天的演不了。那我这没有好的了，就剩一个又辛苦钱又少的了。有打吗？有打呀，爆破呀，枪战什么都有。这个我来。能行？能行。一天五十，算你八小时。行行行，走。这儿啊就是我们的摄影棚啊，导演，你给他说说戏。好，没问题。这儿就是你的表演位置啊，后面是绿布做特效的。今天的戏非常重要，都是动作戏啊。好，导演可以了，可以了啊。嗯，咱们正式开拍吧，好吧？好，我怎么说你怎么演啊。这样啊，这是一个敌人的军营，你手里拿着一把大刀，这时你被敌人包围了，腿上被砍一刀，这这呀。站起来，胸口再来一刀，好，这是敌人越逼越近，左一刀，右一刀，左一刀，右一刀，后背再来一刀，导演太棒了，不错呀，过了，谢谢。导演，我们后面还有一组连续动作戏的长镜头，也让他拍了吧。好嘞，这个动作比较难，你能行吗？行。好，咱们就开始吧。你站在那里，你周围都是炸点，有地雷，有炮弹。走到这儿的时候被机关枪击中，回头被飞镖击中，过来一辆飞驰的军车把你撞飞。好，就是这点戏啊。好，好，准备，开始。你右边的地雷爆炸了，左边又来了一颗炸弹，起身的时候被机关枪击中，回头飞镖，汽车撞飞你，漂亮，过了。导演，这五十花的真值，这演员真不错。我们还有最后一场戏，拍了五十多次都没过。你还能行吗？行。看到这个台子了吗？你需要在上面中枪坠落，但是没法戴护具，但是你有露脸的机会，你可以吗？可以。好样的，导演，没问题了。好嘞，道具师傅把这个道具设置一下，来来来，咱们一切就绪，来，准备。等会儿，小伙子，这么高这么危险，你真行吗？我真行，导演。这么高你真行？真行。小伙子，你多大了？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十八，我是个武行，我吃的就这碗饭，拼的就这份危险。导演，你刚才说能露脸，其实我干的时间也不短了，吃过很多苦，走过很多心酸，为的就是得到更多像这样的机会，让家人能在电视前面看到自己，知道自己这几年没白混。所以导演，这个我一定要来。时间也不早了，咱们抓紧时间拍，现在那么多人等着呢，那开始吧。好，小伙子你好样的啊。各部门所有工种打起精神来，打起精神来，谁也不许掉链子，咱们务必一条过来。三二一，
没事吧？没事吧，小伙子？摔着哪儿了吗？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！谢谢段爷。回头啊，把你电话留给我助理啊。好嘞。这是导演给你的红包，谢谢真棒！谢谢段爷。